随着音乐踏着整齐划一的步伐行进，众所瞩目的黄金马车，还有英国皇家禁卫骑兵，从西敏寺外面缓缓出发，长长的队伍最后进入了白金汉宫。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典礼即将在六号登场，为了确保仪式顺利，预演在深夜紧锣密鼓进行。而关注英国王室的粉丝们也有备而来，已经在白金汉宫外面的林荫大道卡位。这名王室粉丝毛线帽上别满英国王室的徽章，四月底就来占位子。I think we've been told we're the first ones here. What we're doing for king and country, and we can't wait for the coronation. 还有民众从美国远渡重洋来到伦敦，就是为了感受加冕典礼气氛。他跟朋友带起露营用具，在林荫大道搭帐篷。I'm just happy to be here and be part of history. I mean, this hasn't happened in 70 years. 随着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典礼越来越近，一些英国人开始细数家中的王室纪念品。像这名粉丝，在客厅摆满英国王室成员的照片，跟其他各式各样的纪念品，甚至还有王室成员的人形立牌。英国国王加冕仪式即将到来，王室粉丝雀跃的心情全都写在脸上。华视新闻杨文静、何佑菲报道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